就会再等你啊。好 ，OK。时间，勇敢的台湾人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们在外面守护你们，谢谢大家。跟大家报告，我们刚刚在里面一直跟黄国昌讲说，外面很多朋友找你外找。但是他都冷笑回应了。希望等一下。放不出吧 ？TV 加加十倍 ，TV 加十倍，放不出啊。Thank you.